青春不散，台东纯爱。902班校园植物皮雕作品义卖。902班的学生们在毕业前夕将他们的校园回忆透过手作画成一件件精美的校园植物皮雕作品，将在6月5日星期三至6月6日星期四于902教室前走廊举办义卖活动。所有义卖品项皆为校园植物皮雕作品，每件作品都经过精心设计和手工制作，并附有精美包装，单价250元起。这些作品不仅是精美的手作工艺品，更是学生们在校园生活中留下的独特回忆。义卖所得扣除必要成本后，将全数于902班暑假至台东偏乡国小办理营队和社区服务行动。学生们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为偏乡的孩子们带去欢乐和知识，驱使并传递爱与希望。诚挚邀请您义卖义卖现场，挑选一件心仪的皮雕作品，支持902班学生的爱心行动。您的支持将为偏乡的孩子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走过路过，请不要错过，我们等你哦。